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款西式餐前浓汤，名字叫 Cauliflower Leek Soup， 中文翻译过来呢就是花椰菜韭葱浓汤。这一款汤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，像 cauliflower 花椰菜呢，它富含维他命 C 跟胡萝卜素，那它是有清肺止咳，并且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。那再来呢，韭葱leek 呢是我们在国内比较少用，但是呢，在它是主要源自于地中海跟中东地区，它可以为这款汤增加更多的风味，并且呢也有止咳、预防感冒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款汤。而且呢，这款汤其实是我跟我的好朋友 Helen 那边在疫情发生之前去他家做客的时候偷师学来的，所以呢，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这款浓汤做完了，其实中间有三点呢，我想跟大家这个友情提示一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先将这个 cauliflower， 菜花啊，花椰菜呢，跟蒜瓣，先去在烤箱里面啊，烤炉里面先烘烤，差不多20分钟，那最好是在这个400度的这个情况之下啊，烘烤15到20分钟吧就可以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。我们用这个清鸡汤，那鸡汤里面是用没有盐分的啊，这个点还是比较注意的。第三点呢，就是我想要推荐大家用这种手柄式的 blender， 当然说您家没有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倒在普通的这个玻璃状的竖立式的 blender 里面，也可以将所有的材料给它打碎，这样的话一旦打碎，我用的手柄式呢就可以在锅子里面直接打碎，就直接可以出锅，我们就可以品尝美味的 cauliflower leek soup。 谢谢大家。